其实差不多都有。嗯，这个金条给老婆打个手指啊。金条100克，金主要来自宜兴，他老婆呢是我老乡，也是湖南的。当年他看上了金主的才华，远嫁到了这边。经过两夫妻的多年共同努力啊，现在呢房子几套，啥也不缺了。这不是过两天情人节了吗？于是呢买了根金条，叫老谭来帮忙盘件节日礼物，犒劳呢多年辛苦劳作的妻子。他呢想要款独特又好看的手镯，这么问题啊安排。因为金主手掌比较大，手腕呢比较细，所以呢做一款推拉的，针尖的唐草，两边的祥云，里面呢刻了一个他的名字，把坯弯起来，然后呢把推拉扣头焊好，酸洗抛光，这款手镯呢就算完工了。大家来欣赏一下，这个既个性又独特，并且非常的大气，再到大街上呢也不会撞到同款。我来给金主附下秤，扣重呢是100.34克，因为扣头上我补了一点金哦。我来给金主戴上，大家来看一下上手后的效果。所谓呢，妻子是男人最美的情人，能博到妻子一笑，千金也值。那就说对不对？哇，这手指漂亮啊！